期的这个扩散，船体的腐蚀，最关键的加上船上的这个大概十个人左右的25年的排放，这个日常的排污，个人的排污，洗衣机的用排污，还有这些物体的倾倒，所以一全都排到了这个系统里面，所以这个绝对是让它多在一天就对这个污染，北海礁的污染多加重一点。